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6页，336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干起，真解曰：普等三昧，曰深定门。此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甚深无涯底，故曰深禅定。习读周遍，使其业用。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真解是日本净宗大德他的著作，这些人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多半都是善导大师的弟子，回国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他们解释多半都是依照善导大师说的，这讲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这是很深的定。跟什么人平等呢？一切诸佛如来平等。那么最低的程度，也是41位法身大士。十报图里面的菩萨，他们所修的定才能够称为普等，所以它是很深的禅定。那么下面说的很好，此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弥陀的智是称心的，弥陀已经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自性本具的智慧没有丝毫障碍，圆满智慧难得的诸佛如来智是相同的，愿不相同。阿弥陀佛的愿无比的殊胜，这样所成就的。这个三昧甚深无涯，无涯是没有边际，无底。涯是从广的方面来说，其大无外。底是从深上来讲，
其身无底，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故云身禅定。那么它的作用呢？习读周遍，这个周遍就是周遍法界。今天我们讲周遍宇宙啊，宇宙之大，宇宙之深，普等三昧完全能够见到啊，在定中完全能见到，所以这是他的业用。这由愿闻可见慧中菩萨啊，这个慧中是这一次的发挥。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这个法会来参加这些菩萨，借蒙弥陀志愿之力，因得闻弥陀名号，借得普等三昧啊，深深禅定。啊，会中的菩萨都是身位的菩萨啊，不是一般讲的二乘三贤菩萨，不是的啊，全都是法身大士啊，因得闻弥陀名号，弥陀名号的功德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像普等三昧一样的深广文明，就得福啊，文明就得三昧也啊，随因闻菩萨名号，借得普等三昧等深深禅定，故蒙愿力加持，定中供无量诸佛。既然供佛，当然见佛，必定见佛。故云习读无量诸佛，啊，他们在三昧当中见到，啊，这个深三昧就是普等三昧，啊，遍法界虚空界，我们常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们都见到了又波州经云，是菩萨不持天眼彻视，不持天耳彻听，不持神足到其佛刹，这个是将他神通得究竟自在，啊，那么这些话确确实实是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的德能，一般菩萨达不到啊，天眼彻视
他不用天眼，他就能看到；不用天耳，他就能彻听。不用神足，他就能到佛刹。这种能力已经跟妙觉如来相等了。妙觉果位，他们已经证得圆满的自信，圆满的心得，也就是常寂光净土，他们的身心都跟极光融成一体，极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不必用天眼。这是不必用天耳彻听，不必用神足，他就能到佛刹。不与此间宗生比见。便于此座见之，无论坐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见到清清楚楚的，在哪里？就在面前。楞严会上所说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那就是这个境界。佛言：“菩萨于此间国土，念。”阿弥陀佛，专念故得见。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很重要。于此间国土，就于此时此地，我们这个地方。真正念阿弥陀佛。一致诚心，恭敬心，恳切的心，转念，你就能见到。即问：持何法得生此国？这个此国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要是问。阿弥陀佛，我修什么样的法门能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报言：如来生者，当念我名。这是阿弥陀佛说的话。当念我名，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幸运持名，念佛要决定相信。凡是念佛功夫不得力，信心不足，愿心不切，所以念佛功夫不得力。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两个世界没有看透，极乐世界没有看透，有怀疑；娑婆世界没有看透，有留念。这个地方有留念，极乐世界还有疑问，所以功夫不得了。怎么办呢？
古人教的方法有效，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能把这部《无量寿经》包括注解，啊，黄念老的这一套注解，你念上一千遍，你肯定相信了。啊，为什么？这么大的分量，一千遍念下去，心定了，定就能生慧也，慧就能见佛。我说不怀疑了，对娑婆不留念了。这就是印祖所说的幸运持名，老实念佛啊。大师智婆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真正的功夫啊。世尊慈悲，弥陀慈悲，是以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宝王三昧这个术语里头有个解释啊，念佛三昧之美称，念佛者即三昧中之至宝啊，故名宝王三昧啊。讲的不多，讲的很清楚啊，在一切法门里头，念佛法门是至宝，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经教学的再多，都不如念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能不能度化众生？难。具足圆满的智慧功德啊，古时候道卓大师一生就是专弘一部阿弥陀经，一生讲200多遍啊，他不讲其他的经，真正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实现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一生就学一部经了啊，选择的是阿弥陀经。印光大师对于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赞叹备至，要解的分量不多，专攻、专学、
专修专弘，功德无量无边啊，又非常契机。对于上上根人、下下根人非常有效。啊，中间这个根基是上不上下不下，所谓知识分子。啊，善根福德都不够，那就要用《无量寿经》的黄念老的注解。为什么呢？详细说明。啊，这一部经注能念上100遍，你完全明白了，彻底明白了，你的信心呢坚定了，愿心不动摇了。啊，那个时候念佛功夫深呐！啊，你真正能放得下了，啊，没有这个功夫不行的。所以念佛三昧要知道，这是宝王三昧，宝中之王。无上之宝是这一句佛号，故甚深禅定亵渎诸佛，都消归念佛三昧，故知持名功德不可思议，一尘怨海不可思议啊，幕后这两句赞叹真实不虚，老实话了。我们现在缺乏的对他不认识啊，看到别人这样赞叹还怀疑啊，包括我们佛门的大德延培老法师啊，这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就为印光法师赞叹这句话问过我，他问我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有一点过分，你看怀疑啊，我告诉他老人家印祖的赞叹一丝毫不过分啊，印祖赞叹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这个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绝了啊，印祖说的话一丝毫不过分。我在早年也想去走这个路子啊，叶三专门讲这一部经，弘这一部经，语言不足
啊，没有当机的人呢、啊，我讲没人听啊。啊，同学们，兴趣很杂，这个想听这个，那个想听那个。我只能恒顺众生，你要我讲什么，我就给你讲什么。啊，所以讲了几十部啊，不能一门专注啊。啊，美国达拉斯引荐为居士问我，他说：“法师，如果以你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爱好，你在大藏经里头选哪一种？就一部，但是一部经，你选哪一部？”我就告诉他：“我会选《阿弥陀经要解》，专攻专后。”啊，要解的参考，云音法师有讲解。还有天台宗的也有个讲义，我记得有三种，是近代这些大德们讲的，可以做参考。啊，必须如古德所说的，经注解都要背诵。啊，这是早年，实际上是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方法。啊，近代我们自己亲自看到的只有一个人，海仁老和尚。我1977年第一次来香港讲经，跟他见过面。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啊，好像隔了2-3年，他老人家就往生了。啊，这一位老法师是专弘楞严的。啊，香港佛门都称他为首楞严王。啊，他的学生只有6个人。要做他的学生，他的条件很简单，楞严经，楞严经注解，他选的注解是藕益大师的，叫文句，啊，藕益大师注的，楞严经文句。连经文跟注解都要能够背诵，才能做他的学生。门槛很高，所以只有6个人，很不容易啊。这6个学生现在都往生了，都不在了。啊，他这个方法，我念念不忘，我觉得他非常有道理啊！但是今天用这种方法，可能一个学生也找不到。但是诸位要真正想学，你用这个方法，一部经一部注解，你从头到尾把它背过，啊，背过，你要把遍数算出1000遍。你比如说，你能够300遍就能背诵，
这很可能的。要把遍数读够啊，300遍会背，500遍会背，我一定念到1000遍。到那个时候，其义自见。啊，什么意思？熟楞严的意思，你自己就见到了。啊，古今人的注解，哪个地方是正确的，哪里有错误，你全都知道。啊，在现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善知识没有了，出家在家都没有了。啊，唯一的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古大德留下来的这些典型榜样，我们果然真学，就真有成就。啊，如张家大师所说，佛法重身智，不重形式。啊，要下真功夫，有真的心。啊，要像师尊一样，要像维摩居士一样出现在世间，才能够护持正法啊，让正法久住世间啊。净宗的行本就是一句佛号，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往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课经文，遍有佛土。于一念起，便有一切佛土。一念指极短促之时刻，但其实现的住所不定啊，这都是佛经上有的啊，很短的时间，短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定法。如《人王般若经》上，以90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之一刹那，经900生灭。啊，《人王经》上讲的，一弹指，有90刹那，一刹那呢，有900生灭。他真的是90，这不知道是哪个本子。有一个本子是60刹那，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所以下面制度论证有。
往生论注，以被一生灭为一刹那，六十刹那名为一念，两者均息，一念中具多刹那也。但制度论呢，以一坛之情有六十念，华严探寻记十八为刹那自云念前，一坛之情有六十刹那，两者均一，一念呢即一刹那。这个说法不一定啊，经论上都有依据，是自为简单易记，故从后者。以一念的就是一刹那，至于刹那一念之间，即能遍游诸佛国土。此证弥陀第十一愿，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遣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证觉。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十一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跟佛藏经里面世尊跟弥勒菩萨一段对话合起来看，这个概念就很清楚。在经上，世尊问弥勒菩萨，说世间人起个念头，心有所念啊，世间人心里起个念头，佛问这个念头有几念几相是也啊，这经的原文我们把它讲白了，就世间人起这个念头，这一个念头啊，里头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分，有多少个受想行识，这讲五蕴呢，五蕴色是现象，是物质环境啊，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佛问这么一句话，啊，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弥勒菩萨回答世尊，他们这一问一答了，都是替我们问的。让我们知道，弥勒菩萨说一坛指有三十二亿百千念，单位是百千，一百个千，十个千是一万，一百个千是十万，三十二亿乘十万，320兆，这就说明是有多少个细念，这一坛指有320个细念，320兆，单位是兆，320兆的细念，
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形，形就是色。形皆有识，每一个形都有识，识就是受想行识。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才真正对于无蕴有了个概念。心经天天念，观自在菩萨以胜般若波罗蜜多，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什么？这个地方就说出来了。无蕴是一个念头，一弹指之间，有32亿。320兆，一弹指，320兆个系念，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识就是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你看看，无蕴，这是无蕴的根，无蕴的基础，无蕴的本。我们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心多清净，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多么锐利，这样微细的境界他非常清楚，他能捕捉得到。我们凡夫这个境界就在眼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确实是在眼前，我们见不到，听不到，念头也想不到，这些弹指，现在科学家用的单位是秒，一秒钟能弹几次？我们弹得快，我相信一秒钟可以弹5次，5×320兆，就是一秒钟有1600兆，一秒钟1600兆次的这个波动现象，你怎么会知道？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见。怎么回事情呢？我们用电影来做比喻，大家就明白了，就会很清楚。这是老式电影的底片。电影底片，这个底片是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播放出来，它的速度是1秒钟24张，也就是24分之1秒。我们能不能看见呢？不能看见。它这是连续的。如果我们把其他的都涂掉，就留一张啊。在这个放映机里面放，我们有没有感觉？有感觉，好像有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光球的内容不知道。如果这个速度加上1秒钟1600兆次张，不就是在你眼前，你就不知道。
再大的音声在你面前也不知道。啊，六根缘不到啊，它速度太快了，我们赶不上啊。啊，前面五根赶不上，第六意识也赶不上。这是真的。这个现象在哪里呢？确实就在我们现前。所以楞严会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在眼前，变法界虚空界就这么发生的啊，我们没有法子看见啊，见不到它。不是没有啊，它真有啊。那么这么短的时间里头，这些菩萨们能够遍游诸佛国土者，这个神通真广大，我们相信。啊，法身菩萨，这法身佛就是常寂光，光明遍照，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前面说了，诸佛在现象，啊，现什么相呢？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现八相成道。这些化身菩萨们，他们除了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尽，除了不能融入常寂光这段事情他做不到，其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妙觉如来没有两样，他也能够随处现身啊，只是不能融入寂光，但是一切时一切处他都能现身。他能够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一切诸佛面前都由他在礼拜供养，在闻法啊，他真有这个能力啊，这个不假了啊，法身菩萨可以做到，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能做到。那是不是就是法身菩萨？不是，我们还是凡夫，待业往生，一品烦恼没断，但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便宜可占大了。啊，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有什么话说？啊，阿惟越致是什么意思？圆满正德，
三种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就是中国禅宗里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样的人他有能力在十方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众生看众生的缘，众生希望佛出世度他们，他就能现佛身。现佛身向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啊，示现这种身。啊，主事若干年，时间长短没一定，啊，完全是缘。有缘，佛就住；缘尽了，佛就灭度了。啊，佛住世八十年，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叫妙用。啊，这叫自性本定。啊，前面所讲普等三昧，等同一切如来之所证。啊，阿弥陀佛第十一愿经文，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巡礼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啊，这是佛的第十一愿。上文一月，慈诸大师随时误入华严三昧。此三昧据果而言呢，也名海印三昧。海印三昧有参考资料，啊，那么这是从佛学大字典里头揭露下来的。顺序啊，海印佛所得之三昧名，如来在果地上所证得的，如于大海中。啊，海印呢是比喻，海是海水。啊，大海中印象一切之事物，沾染于佛之智海，应现一切之法。大海，我们要把它想成这个海啊，风平浪静，
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整个世界的景观通通照在里头。这一面镜子像大海一样，清清楚楚。啊，取这个做比喻。如来的智慧就像大海一样，能够应现的一切诸法，啊，全都照见了，一样啊都不漏。啊，这个定叫海印三昧，啊，海印三昧的作用，无微不照，啊，遍照法界，这是作用。探玄记里面，啊，第四卷说，海印者，从欲为免。如修罗士兵列在空中，于大海中啊应现其象。啊，阿修罗喜欢战争，好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逃离天主慈悲也，仁慈啊，他的福报跟逃离天主差不多大。啊，但是好斗。啊，所以他能现士兵。啊，有步兵，有水军，有骑兵。有象兵，啊，骑着大象打仗的，啊，这是古代，啊，战争的，有这么多的军种，啊，通通出来了，在空中，阿修罗有本事，空中啊，现这些军队。那大海里面照得清清楚楚，菩萨定心犹如大海。啊，佛菩萨定心像大海一样，清净平等，觉就是照，啊，起觉照的作用。应机现意，如彼冰相故。啊，修罗这些军中啊，在菩萨智慧当中清清楚楚，啊，像大海照见一样，比喻作海印三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原观月，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言海印者呢，真如本觉也。啊，真如就是自性，自性本有的觉知，这个觉知。就是智慧，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望尽星辰，万象齐现。啊，现在我们都有啊，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的心是被染污了，我们的心在波动。
这有风浪啊，所以本能就失掉了啊，照见没有了，智慧也没有了啊，那菩萨修行就是修定修慧，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就是修定修慧啊，戒律是定慧的手段，是定慧的根基啊，没有戒律决定没有定慧啊，这个不能不知道的啊，戒定慧成为三无漏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成佛必经的道路啊，你不走这个道路你就成不了佛佛法传到中国，戒定慧三学，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所以在中国儒释道，通通讲戒定慧。啊，那么可见的这条路是正道啊！啊，儒道都承认了。这是一条成佛之道，是一条了生死的大道，啊，出三界的大道，是一条破迷开悟的大道，啊，是一条离苦得乐的大道，决定不能疏忽。啊，稍稍疏忽，功夫全破坏了。啊，所以还原观上教给我们，妄境心就成了。妄境还原观。啊，他们修什么？修华严。全民修华严奥旨，妄境还原观。啊，妄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就是妄。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啊，这三种烦恼盖覆了自性，自性被染污了，它本来不动，现在动摇了，啊，所以就像水一样，肮脏的水，又有波浪，啊。他照见的能力没有了，必须把水澄清，把波浪卸掉，恢复到他的平静，他就能照见。所以妄境心就成了，自然就定下来了，万象起心啊，这个万象是变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现象统统现在其中
又如大海有风起浪。啊，他不能讲若风直息，海水澄清，无相不现。啊，见思烦恼是染污，尘沙无名是波浪。啊，这两种东西都要把它洗掉。三藏法术39，一宗经录与海印三昧列十义，海华严宗依此海印三昧为华严经所依之定，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头定能生慧也，啊，定决定开智慧。为什么定之后他就能照？他能照见一切法，他照透了，这就是为什么能成慧。法门不同，一定不同，啊，以什么修成三昧的不一样？啊，华严经是以海印三昧，我们净土宗是以念佛三昧，啊，一定不同的境界就不一样，所以境随心转，啊，华严经钞第二卷书。如说法华，一无量义处定；说般若经的，一等持王三昧；说涅盘经的，一不动三昧。故说诸经，多以三昧。今说此经啊，一何三昧，就以海印三昧。这是《华严经》上说的。方法不一样，所依的三昧不一样。啊，但是得到三昧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他所得到的心恢复清净，恢复平等。啊，三昧的果相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处。清净平等是定。觉就是智慧，自性本定，自性本觉。啊，定跟慧都不是外头来的，啊，是自性本来去做的，只是我们迷了。啊，迷了之后生起很多烦恼。烦恼把定体功德全部障碍住了，是这么回事情。所以我们只需要把
把这些障碍除掉，三昧就现前，智慧就现前。啊，我们今天所译的念佛三昧，就在这一句佛号。啊，智心一处，就是念佛三昧。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佛号上，早年李老师教我们，这方法好啊，虽然讲了很多遍，没看到人依教奉行，也许有依教奉行的人我们没见到。老实说，把我们心里面拉拉杂杂东西都洗除干净，把它洗刷干净，把阿弥陀佛请回来，啊，让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时一切处，其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啊。也就是坛经上六祖慧能大师常说的，不思善不思恶，那一切善不要去想它，一切恶也不要去想它，只想阿弥陀佛。那善恶人然尽都不想，什么都不想，那就想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这无量三百千三昧你统统都得到了。啊，念佛三昧得到了，百千三昧就是无量三昧全得到了。为什么呢？一切法门都离不开念佛。华严经到最后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千经万论，对，印光大师常讲啊，没有一样到最后不归净土的。啊，只是早迟的事情。所以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我们都欢喜赞叹。啊，为什么？我们很清楚，他修到最后也归净土。啊，但是我们是先走了一步，他在我们后面。我们到极乐世界，他们慢慢跟上来了。啊，上文已经说过，此诸大士与会的这些菩萨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啊，此三昧据国而言呢，就是海印三昧。啊，这个地方我们也得把念一念。名为印者，以世间印章作比喻。
这海印上面印上文字，能同时兑现，无前后之差，具体其章，亦无合影之处，这叫印。那这个我们懂啊，我们用印章盖个印章，印章上的文字一定是同时显现，我们这个书上有印章，这在外面，这个外头有一个印章，圆的，里面的内容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八个字。你看印章盖下去，八个字同时现出来，没有先后，那印就取这个意思，同时现前，没有先后。名为海者，犹如大海，同时迎现种种差别之相，形象千差了，水体无别，万象繁星的而水湛然。啊，海是极其大，啊，像大海。这个大海，我们要把它想成清净，平静，啊，清净没有染污，平静没有风浪，这海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什么现象通通照在里面，事物先后，啊，没有先后，同时照见，啊，万然万象，万然无相，这个我们面对镜子，能够体会到这个现象，啊，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就现象，啊，同时你也知道，镜子里干干净净，一无所有，啊，时无先后，故言出同时，啊，时间没有先后。在这个照镜子里面可以体会到，时间不可得，空间不可得，是假的。三世古今不离当念，其心水中啊，啊，都现现在镜子里面呢。啊，十方三世。啊，那三世最明显的，我们有个时钟挂在镜子对面，镜子里头也有时钟。啊，镜子里面的时钟告诉你，时间是假的，时间不是真的。
为什么？镜子里像是假的，了不可得。外面时钟好像可以拿到，镜子里拿不到。镜子里一样样都拿不到，那么你要觉悟，我这个形象、面孔照在镜子里也不可得。啊，这叫真会照镜子。一切现象清楚，一切现象不可得。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就在这一面镜子里全显示出来了。啊，这面镜子岂不是大般若经吗？600卷大般若经读完了，做了总结，我的总结就12个字。他说的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一面镜子全照着。你说哪里没有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而且都是绝妙的佛法。只是自己迷了，迷在假象里头啊，把假象都当真啊，真的完全见不到啊。这是佛经上常说可怜悯者啊。你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结论你看结得好。三世古今啊，不离当念，其心水中，故广狭自在。这就华严经的十玄门呐、啊，十方世界不离当处啊。华严经曰：“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是离故。”就说得好。啊，我们如何能在实际生活当中完全体验到？啊，那你就生活在华藏世界。在这部经里头，如果能将弥陀48愿体会到，我们就生活在极乐世界里。极乐在哪里？此地就是。弥陀在哪里？自心就是。心能生能现。幻象所生所行，啊，真妄都不可得。啊，这才叫诸法实相啊。不能有丝毫执着，妄不能执着，真也不能执着。你就得大自在了，你才真放下了。原来放下就是啊，又真结月。
一念之间，1600兆分之一秒，这是一念之间，周边无量佛土者，所到一尘清净，无量寿世界故，皆归念佛三昧耶。真结上这段话，黄念老很赞叹，此说甚妙。以念佛故得生极乐，即可成阿弥陀如来一乘愿海之第一十愿的加毗力，而出现如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于一念前便有佛土，非二乘所能测。二乘声闻缘觉，别叫三贤菩萨，都不可思议。经文说到这个地方，全是讲的自利德啊，成就自己智慧德行神通道理无量功德啊，能自利而后就能利他啊，自利为什么？实在讲，自利是为了利他。自己不成就，怎么能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一定要自己成就。自己成就的次第，德行要放在第一。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德行就没有感应。啊，没有感应，你不会有成就。德行从哪里来？从持戒来。持戒是修德。有德的人，心清净的；有德的人，也就是持戒的人，他的思虑很单纯，啊，心地虔诚老实。啊，具足真诚的心愿，用世间话来说，具足圆满的德行，下面利他行。啊，经文分四段。第一段，妙心现实。请看经文。得佛辩才，诸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这个几句话说得很简单，里面的境界无比的深广，请看注解。得福辩才，辩才者善巧宣说法义之才能。善巧，前面我们学过全智，就是般若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教学上，它能很巧妙地把佛所说的法跟义，法是文字，能权之法，义是文字所权的义理，能够很巧妙地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听众都能听清楚，都能理解，都能接受，这个教学成功了。所以这是辩才，是善巧说法的才能。此则净言书所谓也能辩了，语能才了，才巧。这些言语，我们一般人讲，辩才无碍。世间一般人讲，这个人聪明，反应能力很强，你提出问题，他立刻就能为你解答。具足这种能力不是太多，有不是没有。又加强法华所缘，俗即应机明辨，言含文采明才。俗即是快，别人提出疑难来问，立刻就能回答，不需要用思考，这叫辩才，这是辩。言含文采，言语文雅，让人家听到欢喜。这叫才。那么这种文采从哪里来？
身先书啊，那个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但义见到了，义见到了，你熟记印记啊，书念熟了，言语自然呢就有文采。所谓的出口成章，你把的言语记录下来，那就是好文章啊，这叫文采啊。熟读会有这一些利益啊，这一些好处啊，所以经注要熟读。此则以迅速应激方便辩才啊，这辩才的一种说法。会书曰：言言开合为辩，随机巧妙为才，无不出于甚之。三书之中啊，此书为上啊。这讲三种古大德的解释，这个解释的最好啊。慧疏说得好，言音你给人家说啊，说怎么样呢？开惑，他迷惑，把迷惑打开了，这叫辩，也就是帮人家断疑生信，这叫辩。随机巧妙，这是才啊，你的方法，你的言语用得很巧妙啊，但无不出于甚之。这一句话很重要，这是什么？真实智慧能言善辩，绝不是常识丰富啊，从广学多闻里头来的，不是这个意思，要从真实智慧，是佛经上称的辩才啊。广学多闻是世间法里头所说的辩才啊，辩才无碍，从广学多闻来的啊，这个不是，这是从清净心智慧里头来的，我们能看到啊，禅宗语录里头，特别是大家熟知的六祖法宝坛经，在这个里头可以看到慧能大师的辩才。啊，你看到的一问一答啊，楞严经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在辩论啊，弟子们向佛发问啊，佛的开始，佛出一些疑问，出一些问题，让这些菩萨们回答。你在这个里面看到大乘教里面的
无碍辩才。又净言书为如来得四无碍智，如来有无碍之智，心无碍之思辨。啊，这也是佛门的术语。四无碍智也叫四无碍辨。啊，里面内容是相同的。第一个是意无碍，啊，意无碍辩，为了知一切诸法义理，通达无智故。啊，佛见性了，确确实实见到一切法的心相，理事因果啊，任何一法性相理事因果，他完全明白，他不会说错。所以听佛说的时候，人能开悟啊！啊，道理就在此地。对，义理通达，开经偈上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就这个意思。第二呢，法无碍辩。为通达一切诸法名字分别无止啊，这个法就是经典，佛所说的一切法，言语写成文字就是经典啊，他能理解。他没有把它错会意思啊，言语文字能解释得很清楚。第三呢，此无碍辩，与诸法名字义理，随顺众生殊方意语，为其演说，能令个个得解故。啊，词是言语，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法就是经典啊，这是说法的人他的语言没有障碍，对于一切法的名字义理，我们讲一切万法，它叫什么名字？啊，譬如动物，你能看到的，都能叫得出名字。啊，植物就比较难了。啊，花草树木。啊，他都认识，都说得不错。啊，这就是诸法名字的义理。啊，而且随顺一切众生语言，不需要翻译的，他全都知道。啊，为他们演说。都能理解，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
有这样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我们世间人把它看作是神通，神通妙用啊。啊，第四，要说无碍品，主要是要说，这个字不念落，念去神，念要，要是爱好的意思，喜欢说法，喜欢教学。啊，真正是学不厌，教不倦。啊，在中国称为圣贤，在大乘里面称为佛菩萨。实在的，他们示现在十法界，就是为了说法。就是为了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其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苦在哪里？迷来的呀。如何帮助众生破迷？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啊，乐就得到了。事实真相完全明白了，明白怎么样呢？明白的人心是安的，心是定的，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啊，我现前这种生活非常满足，非常自在，非常快乐。啊，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什么是最好的？当前这个样子就是最好。啊，我们一般讲安于现实。你看，人人安于现实，社会就不会有动乱了。这社会多祥和，社会多美好。啊，不一定要很富裕。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国家不富裕，人民生活很清苦，但是很快乐，这是让我们感到惊讶，感到佩服。啊，让我们对他们起尊敬的心啊，这个就是佛家常说的知足常乐啊，人人知足啊，并不是急着要求改善生活品质，不是的，他们对现实非常满足啊，上行下效啊。我们到总统府啊，总统府的建筑很普通啊，一般大都市里头，乡镇长的办公室都比它华丽啊。你看他安于现状，啊，总统天天坐早晚课，是不是有个佛堂呢？没有，早晚课在菩提树下，那佛像就供在菩提树这个就当中。那么样简陋，
总统每天在那里拜佛，每天在那里诵经，也很好，外面都能看见。我们去参观，我们也去礼拜。人一定要知足，一定要满足现况。人生活很简单三餐饭能吃饱，衣服能保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避风雨，足了。还要求什么？患得患失，是自找苦吃看人家生活那么快乐，那就叫幸福，就叫美满的人生。人确实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活得真是幸福自在。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让我们看到非常感动。没有竞争，我们在当时看到一桩事情，有一个人偷了，好像是一个野子，他偷吃了，主人把他抓到了，他们没有把他送到警察局，送到寺院，请法师来解决。法师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偷？”他想吃，他自己家里没种叶子，偷邻居的家里偷了一个。法师转过头来问他这个主人，这个叶子树的主人，问他。你有多少棵椰子树？他说他有100多棵。那么多，你就布施几个送他好了吗？你看，问题马上解决了。欢欢喜喜，叫主人再送他几棵。这些小事情，法师用佛法就把它解决了。不要劳动检察官府，不需要啊。今天让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种事情，这别的地方没有的。大家传开来，都点头，都称赞。
所以事无碍变，喜欢说法，喜欢帮助人解决问题，随顺众生根性，他所喜欢听的法门而为说之，圆融无之故。上面所说的这些诸大士，切于甚至得无碍辩才，这个是他的资历，其实其如就是他真的其如其于甚至就是我们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辩才自然就出现了，善因根基广寻妙辩，故曰得佛辩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